我们现在的话，大家的状态都有所起伏吧，没有之前那么的稳定。队伍的话，我感觉一直都在往上面升吧，虽然幅度不是特别大。现在的 LPL 跟以前就是实力越来越相近了，对我们很有挑战。小这边角度上单上也收掉，这波闪现过来的大招拍到了四人，配合上艾博的一个近塔伤害。瑞和马瑞都是属于输出型上单，就是玩的挺好的那种。上路的对决的话，应该会挺精彩的吧？凯南进场，哇，打到四个人。일단그냥전체적으로오더를하면서게임을풀어가려고하는데조금씩제가급하기도하고팀원들이조금씩늦별생각은안가지고있고일단저희팀승리가먼저라고생각하고있어서크게뭐就看两边队线啊会更强，或者就是和团队的配合会更好。게임이잘풀리고팀적으로컨디션좋으면이길수도있다고생각해요让能从 top 战队身上找回赢比赛的那种感觉吧。